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柏林。现在风有点大，我站在小狗的头上面，追它的耳朵吧。哦，好可爱的小狗哦，哦，好恐怖哦。哇，我哥跑掉了，哎、欸，当那个 YouTube 像笨蛋一样，然后一直要跟着镜头讲话。到我家了，回转，要去茶壶山。昨天上去有车子吗？有啊，蛮多的。我可以讲话吗？好，我刚才已经把 GoPro 的那个麦克风弄成抗风罩了，因为等下室外可能会有那个风切声。然后旁边就是我师哥。啊，我有个方法了，我们等一下到上面，你开车下来帮我停车，你再上去，这是一个好方法。你的体力这么好，我从这边走上去，我可能就没力了。我实在不太想跟你爬山，你爬山太快了。然后去跟你爬半山，累得要命。嗨，狐狸53，今天跟我四哥来爬拉布拉多岩，然后他说走路可能只要十分钟，昨天跟我讲十分钟，今天跟我讲15分钟。你要走的话，我看应该要走半小时以上吧。走这里啊、哦？这个小朋友不可能来，然后那个我老婆也不敢来，这我一走就晓得了。你要等我一下，好，你要用你轻松方式去走，不然一开始就把我操太累了。那边下去就是，观众朋友啊，我已经喘得要命了。风真的有点大，昨天更大。这边路走起来是都还好，小心走就可以。哇，老实讲应该是要看风景的，但前面那个走太快了。看一下风景。有，我长这么大还没上来这里过呢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是不是要尖叫几声，那个点阅率才会好？哇，树溪，哎，我不想走那么快了。这边风景真的太棒了，而且这边又没风。建龙，你有去爬过吗？那很难哦。比这个呢？大概要走8个小时吧。要走8个小时，还好了，这边不会很难走。我等一下要做这么危险的动作吗？这边拍不到那个哈。其实这拍起来真不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柏林。现在风有点大，我站在小狗的头上面，追它的耳朵吧。哦，好可爱的小狗哦，哦，好恐怖哦。其实还好啦，这边路走起来虽然有点颠簸吧，不是那么好走，但是还行啊，挺得过去。这边真的还蛮好玩的。
这一块呢是刚才开车上来的，开到上面可以去爬草山。那边金瓜石九份夜那个南星山的夜总会，翻过那个山头是九份，然后这也是基隆山，然后这边也有的雷霆峰，我也不敢走，太难了。基隆能生嘛？哎呀，还有这里最重点的烟囱，烟囱黄金瀑布在那里，很多车子那里，黄金瀑布。走上来好厉害。然后这边是鼻头角，灯塔，鼻头角灯塔在这里。然后剑龙，好，我们也要走回村。你要走这上去哦，恕不奉陪了哈，我们要去救你哦。哦，真的有路呢。看我走那么快，风好大。上来一看，哦，好，下去了。哎，你有那个你的招牌啊，终于摔啊，想再一摔。好，接下来这一段是去哪里？黄金洞。黄金洞。对，我从那边下来到平台，再从平台下来。是哦，你可以走点正常点的路线吗？但建龙林底下是有条路可以过去，不一定要爬建龙林，对不对？啊，可以走下来。底下有条路嘛，切过去。但是去走建龙林，你不爬那岩石，好像就没有那个意义了。你昨天走下面，等下从那边直接卡过去就可以。它既然叫做海石洞，可是为什么它会在山上呢？很旧的洞吧。当那个 YouTube 像笨蛋一样，然后一直要跟着镜头讲话。你要摔一下，我才有那个点阅率啊，可以当片头。啊，这叫什么？我应该走边边一点哈，这样拍起来比较惊险刺激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哦，还是走进来一点好了。上面有两个洞，你要上去看吗？上面有两个洞，那下去要怎么下去？从那边下，下去还要多久？下去很快。每个都说很快。对啊，你真的是导游命。从那边下去啦，那边下去很好。哦，好啦。你看走了十分钟了，结果只到一半这一的而已。哇，可以拍到我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好 ，Go。
你为什么是正面下来的？这三个点找大家。哪三个点？我那个三个点跟你三个点不一样。对啊，你是手跟脚，我是两只手跟，没有用到脚。哎，两颗眼睛，对。黄金洞在下面。黄金洞我也没去过。然后接下来应该会去那里啊。对，黄秀。走到现在只喝两口水，走。你都不用扶的，如履平地哈。我也可以啊，我手都没扶啊。跟你讲过，你爬山不能用跑，你要等我，好不好？这水流下去是哪里啊？三八楼吗？三八楼另外一边嘛，忘记了哈。真的难怪这么多人喜欢来。有人跟我说这里好走了，传说中的黄金洞，来这边住了45年还没来过的黄金洞，我们小时候都不晓得这种地方哈。耳力偷快了，哇，看不到车尾灯了，会不会整集都我在喘气啊？应该没有那么明显吧。你不是故意绑鞋在这边等我的吧？这不会难吧，对不对？小时候练过那个梅花桩的，走这不是问题。山上长大都会练。哇，专业一点好不好？导游专业一点，你要看得动，你要哇，要这样喊一声才有那个 feel。走了这么累了，上去对不对？我爬不上去，我要回家了。不理我，你要配合一下好不好？我一人讲话很像白痴呢，酷哎！啊，那请退。等下过去都平路了哈。上坡。啊？上坡。上坡。有没有办法拍照？不要。太累了。那就被骗进来了。看得到我啊？一、二、三，会滴水。五，还是五，来黄金洞，你怎么没有看到你嘞？哇，我哥跑掉了！好，我想看。好，黄金洞结束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可以收到新的影片通知哦。你还要记得订阅我哦。好，拜拜。准备走了，这样。重复一次而已，有那么难吗？好了，现在问题是。走这里回去会要绕之字形上去，走这边爬上去呢会很累，但是很快，所以我决定呢走轻松一点的，我们走爬中里爬上去好了，早点回去嘛，对不对？没化妆，会，要走回去刚才的黄金洞，不是黄金洞，黄金岩，然后再走回去刚才的路。对啊，没有要上去黄金岩。你现在是纠正我就对了，是我在拍还是你在拍？怎么样？旁边有绳子，故意不搬的，在地的嘛，谁跟你拉绳子？对不对？哇！哎呦，这一段我很确定都是我的喘气声的。这不看画面应该还蛮有趣的。就到茶壶山跟半屏山中间。我去爬茶壶山跟半屏山中间要干嘛？从哪边走？下次牛湖坑顶，我们专门拍一段视频给大家看。
走上面还是走下面啊？是啊，确定是走这里，终于走到这里了。很像是下面。很像是下面，对啊。哎呀，别人的环境眼，别人的环境眼，别人的环境眼。还当导游的，喝水。哦。到现在都还没喝到一口水。你为什么不喝口水？快喝完啊！会流汗啊！这一段要录进去，要剪进去啊！喝水是正常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带一颗黄金矿石回家。好，这一颗吧，这一颗比较大颗，这一颗啊，不要、哦、这一颗嘞，上面还金光闪闪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底下就算了，竹鸡，这种怪就是竹鸡啊，很贱啊。对啊，以前小时候这山里哪有人想要来爬，可是今天假礼拜日一来，还真的很多人。以前以为都去爬茶屋山的，现在这边也不少人。我下次应该不会再来了，来过一次就好了。如果要来，不要找我。哎，有没有听到？要来不要找我，下次来会想找我吗？过去有人在找你的。啊？他们要去那个、啊、黄金眼啊？哎，那不是就牛浮坑矿体吗？啊，往上爬而已啊，很快啊。为什么不上去？哇、哦，看到外面，看到路口那里了。可以过来帮我拍一下我走出去吗？好。那、啊、你去外面那里再拍我走出去就好了。外面有些人自己拍的，没有，他就要自己去架好，然后走出来再走一次。好 ，Action！ 哦，终于走出来了，下次不会再来了。十一点了吧？啊，这边就轻松了，然后就开车回家。这边是走进来的路，这边走进来，这一条上去。拉布拉多岩，小时候不准来这种地方，对不对？小时候连去三仔湖都会被骂。哦，出来，真的要回家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要按下小铃铛，才可以收到新的影片通知哦。还要记得订阅我，拜拜。还是订阅林小湖，哎，都可以啊。